哇，太帅了吧！帮我拍两张照片。老板，你看我有没有一种灰姑娘去城堡参加舞会的感觉？先生说，我今天必须要跟一个处女座待够8小时，所以我就来找你。你赶紧给我滚！滚是吧？好嘞。哎呀！我们家已经有一只蜥蜴了，这个就送给你了。我看这只乌鸦跟我们家的蜥蜴还挺配的，是这样吧？老板。关注腾讯电视剧微博和微信公众号，提前解锁更多剧透。